直播间有现在所在地方是乌日的九德国小，今天是中央选区的投票日，可以看到呢，现场大批警力在维持秩序。不过呢，就在刚刚呢，竟然在30公尺以外的地方呢，有人呢来这边架设这个摄影机，往这个投开票所里面拍，而且呢，他们还直接的说就是在数人头，而且呢还不愿意撤离。不过根据这一次中央选委会的那个公告呢，其实不管是30公尺以内或是30公尺以外呢，都是不能有监控的行为。一起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。你先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数人头啊？为什么数人头？要看有多几位，那要投票啊。 为什么要投票？等一下，我唱票的时候，我才会知道有多少人呢？这个票的时候，当然是可以监督啦。可是人家投票的时候去看人家监督人家投票这行为。这个我并不犯法。对，好像公布。就算呢，警方呢上前劝离呢，但他们一度呢还是不愿意。那经过记者的这个观察呢，现场这个九德国小呢一共呢在30公尺以外的投开票所呢，有2支的摄影机呢，议员陈世凯以及何新纯呢也有到场关切。不过呢，通报这个中选会之后呢，就算通知检察官呢，他们也迟迟没有到场来关心。那到底后续会怎么处理呢？会持续的来为您关心。以上现场最新情况，先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。